生去年曾预告自己今年是海外生产旅程年，过年后就飞往各地进行演出，二月正式到香港夜店表演，四月中旬又到英国演出。引人注意的是，上周他到香港参加音乐季表演时居然收到女歌迷的内衣，对此高友轩则害羞表示整个很疯狂。此外，人气相当高的他这周又收到厂商的邀请，将再次前往香港演出，对此他也笑说自己大概知道香港哪里好吃，下次要带妈妈来玩。他也提到日前首度到英国演出，大概唱了20首歌曲，跟现场开放歌迷点歌，不料当时歌迷们点了《姐妹洞》以及《蜜汁沼泽》等歌曲，让高友轩相当害羞的表示，我以前怎么会写这些色色歌，我都不好意思唱了。有趣的是，他在开唱前说到自己只能唱半首，因为歌词真的太害羞了，害羞的模样让歌迷直呼真的太可爱了啦。Bye.